姐们，这款最后秒杀这一天了啊！喜欢吃的可以去拍了，因为咱们家辣椒酥马上就没货了啊！这个点开左下角链接就能看见这两款，一个是甜的，一个是辣椒酥的，自己喜欢吃哪个口味，拍哪个口味就行了啊！想吃辣椒酥款的可以试试了，这个是辣椒酥啊，长条的，没货了，断货了啊！这个是香香脆脆辣辣，这个是香香脆脆甜甜的啊。